我啊，孟子坤，我你太让我意外了，真的。我，你这一场唱的比你上一期要好太多了。谢谢啊。我知道你的身世之后，我觉得，我觉得生活在这样家庭的人，这种家庭里面的人会有很不一样的能量。我觉得你今天这首歌完全把这个能量给体现出来了，我很感动。鬼鬼，你感动吗？非常感动，请你给他666，拜托，拜托。我觉得你今天演唱完美，所以我要给你的结果是666。恭喜本场最后一个666，属于孟子坤。掌声送给孟子坤，在这个舞台上，你们遇到了最懂得你们梦想、你们故事、最对得起你们的新推官，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新推官们。在恭喜的同时，我们来看看老铁团有什么话要说。哟，扎心老铁团，句句透心凉。那弹幕护体飞起来，让我来看看第一条。孟子坤唱功不够，表情来凑。啊，我觉得表情并没有违和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唱得很好，然后让我很感动，因为我对这首歌很熟的。还有第二条呢，听完演唱血槽已空，真的空了。那还有不应该叫 Wink 弟弟，应该叫 Bad Boy。啊，没有听懂。那下一位，下一位。这位网友说长相正太脸，声音大叔嗓。那么呢，不是大叔嗓，我觉得呢是少年的沧桑感，丑帅丑帅的，很耐看。然后黑毛比白毛更好看。好了，我们扎心完毕。不怕过火，一小段燃出自 我们本节目由畅饮随行瓶装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榜单即将揭晓，六神计量 CP 邀你嗨。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尊重青春遇见偶像腾讯视频名之子盛世魔音赛道升级站的直播现场。不怕过火燃出自我，本节目由畅饮随行瓶装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观看节目分享8秒你喜欢的视频到微博，完成明日之子微任务赢取惊喜。